啊，来，哦，来耶！我们现在去给浪是吗 ？OK， 谁要去给浪啊？我要去给浪。来到凯龙要拜一下海龙王啊，海龙王啊，海龙王拜拜的啊，点点吼，三支清香哦，拜一下哦，今天顺顺利利啊，啊，来队友吗？老板来了哦，老板来了哎，小黑，哇，平安换啦 ，VIP 必须你做的，哎呦，我叫你来，老板这边开很久了啊，这边开。从鱼排改行到改装到旅社大概七年了。哦，从海龙王啊，海龙王啊，吼，今天你一夜开始啦，开龙啊，吼，来到开龙啊，第一次来到开龙啊，一切要顺顺利利，晚上要钓很多鱼啊，我们钓啊吼，钓多多的鱼了吼，排水吼，排水吼，哦，顺顺利利啊，兴旺发了一摆，好水。哇，哎，老板就厉害，哎，老板就厉害，他我叫面包，啊，你叫面包啊，上下，啊，差不多了，哎呀，你这边啊，很多东西玩的呗，我这边啊，这边有钓鱼啊，然后有除了钓鱼 ，snorkel， 还有唱 K 啊，唱 K， 卡拉 OK， 还有那个打麻将，麻将牌。然后他们最多是 family 来 enjoy 聚在一起，聚在一起的啊，聚在一起。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了哦，除了钓鱼就是哈啊，就是还有喝酒，喝酒哇 ，enjoy 了就晚上喝酒，酒吧，我们还有酒吧啊，哎呦喂，把好的啊，我老哎，晚上还可以喝酒哦，哎呦，弄几点哦？哦，今哦，弄几点哦？哦，漂亮哎。你会没酒哦？嗯，你会掺酒哦？啊，酒，那你进去表演一下。哎，上面有二四六七种。我都没有喝酒的吗？你喝酒，你会掺酒好咯。掺酒啊，掺酒要掺哦。哎，别啦，做得蛮不错，蛮漂亮一下。漂亮，这个好像是槟城的大桥啊！哎，槟城的大桥。哎，槟城的大桥。是不是槟城的大桥？新加坡在这边。这边叫什么地方啊？这边呢？四湾岛啊！哦，四湾岛，四湾岛，呀呀呀！原来如此，这个就够力了，这个。哇，这个够大胖了不？这个啊，哇老诶，高了喽 ，Yeah， 我也是湿湿水啊！哎呀，那你还没？嗯，哎，湿湿水啦！啊，真的来到这边呢，就是钓鱼、休闲、打麻将。打斯诺克，还有卡拉 OK， 还打 K。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 ，OK， 来小黑，那你感觉怎样？我感觉很爽啊！哎呦，尤其这个铅球，就是想有没有想到小时候？小时候，五六岁的时候就骑过这个铅球啊。铅球啊，那时候有什么玩具噻？没有玩具啦。不过还好，现在有这种渔村。哎呀，啊 ，VIP Fishing Resort， 哎。这客龙啊，未歹了吼，客龙不错嘞吼，未歹。你头一摆来着？我头一摆啦，第一次来吗？哦，阿尼，好啊好啊。每次在 Facebook 有看到什么客龙啊，还是什么雷龙，还是客龙哦，原来是客龙，不是雷龙。哦，还想介绍你哥来哟？啊，想介绍你哥来？我们一般人，我这一次来这边呢，我是带团。是，所以啊，美美啦，好意思嘞。我还有飞机哦，从新加坡那飞起飞啊，新加坡飞来马来西亚咯。没有，等下可能他这个飞机要飞来凯隆。太光巧了。听说要半夜好像是12点1点才那个鱼
可以很多鱼啊，哇，才涨水，这样哎，今天不用睡觉了咯，到天亮了，肯定不用睡觉，到天亮包你满意啊 ，OK， 睡了，哦，这个就是 VIP resort 啊，这边是 VIP fish resort 咯，哇，美啊，漂亮啊，是是是是，哎，对啊，你这边有多少间房间哦？我们这边有多少间房间？我们这边一间、两间、三间、四间、五间、六间。哇，号码又很美哦。啊，六间，然后前面那两间三条幺跟三条二可以容纳十个人。哦，里面。它怎样是容纳十个人？下面五个，楼上五个。哦。不，哇，那边还有一排哦，那边。那边还有一排。嗯。哦，这排房间是1368。1368啦，嗯，没有出分字啊，哦，不哦，啊，1368哦，哇，1368，哇，这湖边个真水哦，哦吼。哇，很舒服嘞！哎，舒服啊，冷冷啊，洗面霜嘞，很爽嘞！哎呦，空气车来嘞，够冷气呀！这就是我们游戏啊，这个是打铺，哦，打铺、啊、free 的 ，unlimited 的，可以打到24小时，你们都可以，这边只要你们开心就好。刚才我也玩了的，哎、啊，有玩了、哦，很爽，可是。啊，哎，这边呢，这边太真的是很休闲的地方。对对对，这边很 relax 啊 ，relax， 主要是可以凝聚一些家里人。家里人啊 ，VIP 主要是主打什么人情味？人情味、啊。嗯，厨师最难煮的味道什么味道？人情味啊，人情味啊，人情味。我的船，你看我的船，你看，哇，全部抛啊，你看，喂，给抽嘞！哇，这边还有这边，你看，我要抛。哈哈，看到了，来这边就是这边说、嗯、这一曾经来过的人，曾经来过人钓的 record 咯、record 了哦，嗯，可以有勾到皮皮虾，哦，皮皮，哦，嗯、啊，那个是什么呀？黑锅啊，哎，哪来的啊？黑锅哟，不是，这个叫螳螂虾，哦，它很像黑锅啊，啊，还有龙虎斑，哦，龙虎斑了、啊、哈。嗯，印度版没有啊，印度版没有哦，小黑来可能会有。然后这边就是很多年了，他们来这边、哦、来过啦，然后签过，签过啦，哇！刚才我听我的那个什么我的团里面有讲说，全马来西亚你这个最大的是吗？对，这边最大，可以容纳120个人，120个人、啊嗯，然后这边可以做很多活动。我们有曾经做过回龙的那个泡沫舞会，然后有请 DJ 来打歌，哦， DJ 来打歌啦，几点可以请教练？哎，几时要请我过来？很快的，很快要见到小黑啊！哦，是啊，哦 ，OK， 我靠 ，OK， 没拍，这边就是开放式的卡拉 OK 咯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小黑的歌。啊，来点一下哈、哦，点我的歌，看我有我的歌吗？有的啦。哇，哎，变松了，这边真的是松了，你看，进乎童年的游戏，童年的游戏，哇、哦，童年的游戏 Super Mario， Super Mario， Street Fighter 都有，什么都有。嗯，哎，地方，它的地方也够大。哇，麻将哎 ，OK， 这个可以打麻将，来这边喽，来这边打四角麻将。啊，我们除了四角有拉比，还有三角。哦，拉比三角。三角麻将还有四角麻将，什么叫角呢？就是四个人的意思啊。哦，三个角喽，三个人的角啦。啊，四个人的角啦。来，这个就是哇，这个是哇，这么大的鸟笼啊！嗯，这边是晚上可以休闲哦，然后拍一下打卡景点哦，对啊，回到巴厘岛的感觉。哇，真的巴厘岛，我现在哇，感觉好像在巴厘岛啊！哇，西北霜哦，金霜。哎，小黑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天台哦。天台哈，啊，对，天台。是。
OK， 晚上的时候这边可以很 relax， 很 relax 然后一边喝酒，一边享受享受日落的感觉。日落哈、哦，啊，哎、欸，无聊真的哎。然后这边就是新，那边就是新加坡了。哦，那边是新加坡。啊，这边是新加坡，这边呢那个桥。不是新楼长堤啊，也不是濒危大桥，那个是比沙路的桥。哦，李沙路咯，对呀、啊。哇，这个范围，你的范围很大，你知道吗？你刚才讲什么啊？可以容纳100多个人。我看这样的地方啊，我看可以容纳200多个人的，可以啊。OK， 可以容纳200，可是怕房。床位不够哦，床位不够，所以哦，你们要提早 booking 哦。哦，提早 booking 啊，提早 booking 我们的 VIP 出去。哦，这样改次我也是要来 booking 了咯。哎，到底、嗯、到时安排一下啦。可以安排一下。我来唱歌，看好，没有问题。小黑讲到，我笑脸看他的歌，看到现在听了。笑脸啊！笑脸的哈，不是小孩子啊哈。笑脸。哇，这么多大的，你看哇。哇，这个哈、哦、那是带老婆还女朋友，有些带女朋友的，都带老婆坐在这边，哎，松嘞。只是今天跟错了呢。哇，我第一天来哈、哦，我就shock到了、哦。哇塞，真的shock到，是不是给我shock到啦？啊，不要吓到我，今天我们没有，不是那个shock到地方我。你给我吸引到，曾经我去过另外一个岛，不要讲哪个岛啦，然后钓鱼啊，哇，很多鱼钓，结果干了几条都没钓到啊。哎，今天我下午来啊，随便钓下去啊、哦，因为可能是时间的问题，对对对，因为潮水的问题啊，中午两三点可能钓了鱼，那个水那个时间的关系，钓全部有钓到，这样大概是有5寸、6寸、8寸都是有，马上晚上哇，老板。晚上啊，你大条呀，红烛啊，我死了啊！老这边除了红烛呢，就主要是这边有三大鱼呢，比较容易钓到的，就是虾干、哦虾干，还有龙虎斑。哦，你刚才我中午吃那个是虾干啊，那个是虾干金目鲈。这边的金目鲈为什么这样好吃？因为是半咸蛋。打没有米味哦，半鲜蛋啊，哎，新鲜的，恐风咯，厉害主力，没有啦，谢谢，就要小黑欣赏吧。哇，等一下还有嘞，已经在准备了，哎、对 ，OK， 我们现在要去吃晚餐啦、okay ，拜拜。老板自己要轻松下厨、啊，今天是我下厨。来今天的火锅，我们真的是很 lucky 嘞 ，lucky。然后你们钓到鱼也是可以叫厨房准备咯。然后这个就是你们钓到的炸小鱼。哎，谁没？哎，我顶不顺啊！哎呀，来猜一下，然后这个是四条的辣椒。fresh 好鸡好字哦，炸啦！老板炸的嘞。然后这个是椒盐虾婆咯，椒盐虾婆。然后我们有两种汤，那一个是冬阴汤，我看一下来，冬阴汤嘛，一个是冬阴汤，一个是冬阴汤，这个是药材汤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卤肉饭咯。哦，卤肉，卤肉饭，它是用鸡肉做的啦。哦，萝卜，哎，卤肉，萝卜咯。啊，萝卜。哦，萝卜，然后是配搭个白饭这样子捞来吃，也是一道风味。哇，高松了。然后配搭我们的这个自制的，七里布拉赞。对，今天我们中午的时候吃到了，好吃，这个多放盐椒过后，够辣。够辣，我们选的辣椒一定要指天，不会选指地的啊！秘诀已经告诉你们了。指天椒啊，要指天的辣椒，不可以指地的辣椒啊！秘诀已经告诉你们50%了。很会讲话的，真的哦。OK， 真的，这种辣椒就是要用这种重鱼要用到这种辣椒来，对，滚入鱼只要了哟，哇，开始它松了。是被喝了。哎，听说老板哦，华语的吼，福建的，福建被淡薄啦。哇，刚才中午来的时候他讲什么？哇，小黑啊，我那么小就听你唱歌了。我是笑脸。一样，我是笑脸，也是笑脸唱起的。对，我听小黑的歌听很久了的。这一次啊，我是没有来过。对。好，这个啊，凯龙啊，我是没有来过，第一次。
我带团啊，会塞啊，带团哎，啊，带了大概是有十多个人。哇，谢谢。啊，我的粉丝不是粉丝了，铁粉啊，铁粉啊，铁粉。哎呦，哦，差不多，哎，赶快丢放在水这边去啊！啊，哦，毕业，哇，进不开，哇，哎呀，哇，哇，小孩子丢了啥物件？哇，这唔知啥物物件咧？我头一摆咧，头一摆钓到安尼款咧，唔知叫啥物物件咧？来个蛇嘞快！你看，你看这边。哇，黏黏的，你看，够气哦，啊，够气哦，我不知道有洞。哇，你又钓到海鳗了，哇，这个什么海鳗啊？钓哪里？哎呦，好厉害！我看到小黑在帮杀去了，帮杀去了，帮杀了，帮杀了，来，哎，小黑来绑。啊，我绑。哎呦，哦，下去了，哇。哇，一个快哦！哎，哇，哦，好死了，起啊，来了！好玩啥？好爱的起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哦哟！可以，哇！啊，算了啊，这摆嘛好死了，这摆就好死了，来了，海鳗，哇，来了，哇，谁在呢？哇，哎呦，断了，哎呀，海鲜啊，海鲜啊，海鳗可以吃的，哎，那是海鳗还是带鱼啊？海鳗，哇，应该是断线了，断线了。不是我钓到它跑掉，是断线啦！来，再来，哦，稳得啊！新冠宝贝囝，爸爸爱出外打拼，你就爱好好听阿爸的话哦。爸爸，你放心。OK， 跟你们介绍啊，这边的鱼啊是我们每天早上哦，就是你们跟晚餐的鱼都是这两个吃的鱼啊，这个叫做虾干的鱼，虾干的鱼哇，虾干，然后一天都会两餐哦，两餐啊，怪得这样新鲜，我们吃到，哇，老板厉害啊，来哇。带你先，来，好水，哦，给啊，带你啊，姐姐啊，老板娘讲，我们每天午餐或是晚餐的鱼都是这边的，这么新鲜哦，所以没有放冷冻的啊，哎呀，活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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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钓到鱼了，钓到鱼了。哇，双飞冷架。哇，老魏。哇哦哦哦，一定不是，一定不是，哦哦啊啊啊 ，OK。都pakai ngonya macam itu tuh, 5 kilo naik mah. Oh, betul. Betul. Dia ada dapat 3-4 kilo ni. Ya, hebat dia. Sejak kau tua dia lo, Amir 啊, Amir 是在家喽，好帅喽。吃也好，睡也好，交代也好，嗯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。我们吃的哎不一样了，特别煮的哦，我们的哦， okay, okay, 还有螃蟹，感觉啦，有啊，有对，对每个人都一样。没有，还特别一点，还有花蟹，有这个自己钓的花蟹。啊，谢谢谢谢，我们谁很久了？哈哈哈哈 OK。吃那么大，第一次那么久了是吧？我有点尴尬。